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帆斯段，欢迎走进白谱节目。白白你的谱，让我们分享你的奇思妙想，让我们对臭棋和恶手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今天呢，我们请到来自郑州的棋友马旺和我一起来白谱。各位棋友大家好啊，我是马旺，来自郑州，我是一名医生，也是一名围棋爱好者。今天有幸能来到白谱节目，得到刘老师的指导，和各位棋友一起来探讨我的对局。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一局棋是我在网上，在汤姆网上的一盘对局。我的在汤姆网上有一个名字叫汉桑城妖刀，对手叫 Abby， 都是汉桑城，都是汤姆上的七弟。你这是真名是吧？这个你经常会用这个名字？我有好几个名字。那希望你以后也要常用这个名字。好的因为很多棋友看到我们节目之后呢，就是很有意的会查你的对局记录，知道吧？哦，我给你交个朋友在网上面。欢迎大家。我使白棋，对方是黑棋。网络对局上去很猛，上去就挂角，直接挂角啊。哇，很猛。其实说老实话，我们来探讨一下这种想法。其实这种逼啊，你说是不是完全不好呢？这也很难说，我觉得真的。对。因为这个棋啊，吴俊文曾说过，他就说呢，这个围棋啊，到了一定的时候啊，他吴老师就说要六合嘛，就是那个要什么融合在一起啊，或者要这个。但是我觉得呢，后来我们是要讨论一下。当然呢，现在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呢，不成熟之处呢，请大家也要见谅。他们就说，他说是这个吴老师啊，阅历丰富了之后呢，沉淀之后的一种结晶，知道吧？但是呢，吴老师年轻的时候啊，都是很暴力的。特别是你看吴老师的棋啊，我说这个暴力呢是打引号的，就是说一般就是说像古力啊这种力战型选手啊，我们就说比较有肌肉啊，暴力，哎，对，所以吴老师那时候十番棋的话，他们都是力战型的，你可以把他的那个当时下的几百盘棋拿出来，几乎都是这样的。后来呢，可能年纪大了，然后再来这个，他就说这下棋要六合嘛，要这个。所以说呢，古风来说的话，像这样的棋啊，都是可以下的，除非是你理论上可以说的不对，知道吧？对。这里退一个。哦，应该退。这个时候外面大嘛。应该退一个。对。你这还亏了，真的。这下吧，你亏了。这下亏了。对。因为黑棋很特殊。黑棋走呢，它多一个角，等你走，它可以走。如果白棋那样下的话，就少一个角。是不是人家这样下，你心情不爽是吧？心情有点不爽。是吧？就是有时候，哎呦，欺负我是吧？然后尤其他刚开始这有点这欺负我，觉得有点啊。但结果呢，人家又不亏，看着人家好像还便宜点。网上下棋啊，跟那个实地下棋的概念完全不一样。实地下棋呢，就给人感觉就是说，能感觉到对手的那种气势啊，和风格啊，是吧？对。网上下棋你感觉不到。你是在慢慢的化解它。他这儿看着比较厚。对。退角，那这个时候你走这个是不是要更好一点呢？走好一些。对，夹击他们。夹击，对，夹击，他跳一个嘛，然后你就往那猜嘛。对，这要好一点。实战这样子就避免，这样实战的一夹击就感觉到有点。对，实战还可以这样下，用古风的下法。哦，直接这样下，对，直接这样下，这是古风。
哦，就大飞也可以这样子尖顶，我觉得大飞不想这样子尖顶。你唯一大飞的时候呢，你就因为现在黑棋啊是外势、外势明显嘛，所以说呢，他如果敢点脚的话呢，你可以跟他进行转换。如果能具备这个条件，你就可以尖顶；如果你不能跟他转换，那么说你这个下法就不好。哦，嗯，实战他加。嗯。我觉得你的风格，嗯，是一个本格派的下法，风格，就是说比较讲道理，对，融合那种日本的那种棋风，对吧？嗯嗯，对对。嗯，这个时候还要认死你这个有问题，这应该单长就好。但藏到这样的比较好。哦，这个目数，白棋啊，这样的棋啊，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如果像这样的棋呢，白棋要敢碰一个，这个是手筋也是棋形，碰完一挖着，挠着单张，这个下法。哦，对对对对，这样子好。对，还有很多个断点。对。哎，很奇怪，他不要我了。哦，把这儿跳了起来。但是这有的有事啊，被你打起来，他现在是要围这一块，要围那一块，嗯，对。但是有点矛盾还是。哦，好强啊你！这个可以。可以，让他，对，嗯，敢吃。他要断的话，应该是单断这一步棋。单断，哦，对对。单断，断这个有点亏。嗯。粘住。嗯。我没有粘。啊、哦。我拔了。哦，拔了，没有单粘。我老觉得这样一打吃一断。哦，这是一个关子。那是一个关子，就不用太考虑。对，因为现在你要对外面有帮助。嗯、哦。打算。嗯，走个这，这一个，嗯，这个没必要走近一点，但长一点，我觉得这个下法应该还是白棋不错，走过来再跳，哦、然后呢，这以后保留打路，保留打路是一个很好的一种下法，哦。对对，你觉得？对对对对对，这个有这种时候有四角穿心之势啊，对吧？对对对，他没有，他现在来看的话，实际上就把这个是发挥了一种，这边呢好像效率都不高。嗯嗯嗯，哦，对我这样子一走，他一走好像帮他补齐了。对，你是帮他补齐了，对吗？对对对，嗯。哦，这个飞这个拐一个好一点。哦，这进人比较少。对对，他顶住。嗯，跑了。夹住。嗯，他夹很好。你有没有感觉这个气啊，好像有点重？对，有点重。嗯。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其实走成这样啊，把它看轻一点，看轻一点还是单补一个，这样就比较好一点。对 对, 对，要打散。嗯，这个棋其实没有走到多少目，反而把自己走重了，走出来一块孤棋。对对对，嗯，这棋他的空从这边好像又转移到这边来了。嗯，对对对，嗯嗯，然后呢，你这个靠断呢，然后他把这一完全连起来了，把这一块连起来了。这个是全局来说，我觉得黑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转变了，甚至来说黑棋很主动，一标一成单张，他搬过来又挖找找找，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四十五十六十七，这是到十七目棋嘛，这是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仅有十五目棋，三十来目棋，四十来目棋，还这个后卫嘛，你这是没有发展的嘛。觉得这个棋你跟他作战呢，给我的感觉是无意中是撞到墙了，应该在后的地方走轻。对，而且这个跳完之后呢，这个棋很坚实，打入是先手。好，我们来看看你怎么样化险为夷的。这个是手误吧，这个棋你要不走的话，以后打仗还先手呢。哦，对不对？这一下就是先手损了四到五目棋。哦，要么我们就把它保留嘛。嗯，对，哦，这个损了。嗯，我老想着不想让他一下子吃进啊。你一般在网上下多长时间的呢？下有三十秒的，有长的，有一分钟的。哦，就读秒的那是。啊，对，头里可能有时候有十分钟，有时候，长的有二十分钟都有。飞起来，飞这个，太像了。这边围，我跳进去了。嗯，这必须要跳进去，这必须的。必须的。嗯。在这搬了一个，哦，那他是小小失误，这棋你不走怎么？哦，有棋是吧？这棋，这一爬一个，嗯，那还不如走转呢，走转，对，连空一块，对，把这个棋毛病全部补掉嘛，对，这棋形，那我就先我粘住了，嗯。粘住走这个好吗？对，他要拐的话，拿我这两手已经便宜了嘛。嗯，他如果搬的话，你一退，这也分断不了你。对，对吧？对，这个你走这儿，老再顶，他肯定是往这搬嘛。哦，对。所以说这个棋有的自估啊，还有手段。嗯。就锁到这。啊，尖的也不怕，他感觉是要杀你，要吃你。要攻我，就像是像这样的时候啊。很多棋手都很迷茫，就觉得哎呀，这个棋啊，我要是没有目标之后啊，这个棋我就不会下了。但像这样的一种局面呢，最好是先算算空，然后呢，你比方说打个比方说，这个棋我往这儿下，你不是还要补棋吗？嗯，这样的话效率的比较嘛。对，我补了一下，我这手感觉他这手棋走得很好，走得不错。嗯，这一下子我感觉我这个棋形上很难受，看得有点不舒服。对，是吧？嗯。接过来。嗯，这本来是一手棋的两手棋下的。对，嗯，是。给他搬下去了。嗯。搬下去之后连扳打输，既然打中，他就打输。嗯，搬扳，然后再粘住。嗯。现在这个形势，我这块棋有。心里不太有危险感。现在呢，我们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时间，中场以后我们再回来。好，现在呢，我们来判断一下，看一下大家的理解和我们马望对这盘棋的理解和行棋是不是一致的。现在我们来先判断一下这个啊，就以我的这个水平来判断一下，这个肯定是实木墙。嗯，那肯定就是正常来说是这样算。对，但是呢，十目以上，按照未来的发展来说，这都是有可能要成功的。
这呢是二十六八十十二十十六十七十四到十八木期，嗯，这有四木期，二十二三十二，然后呢这还有这还有，你的是七八九十九二十二十四，啊完了七八九三十四十木期，加天木，四十木期加天木是四十七八木期，对对，然后白黑期呢，黑期可能是接近有。这是十木期，嗯，二十三木期，这三十五木期，四十木，它是接近四十。对，嗯，那么说，嗯，这个期里面的差距在十木到十五木之间，就黑期啊，嗯，要成十五木，就他要利用他的后势成十五木期。对，就是你不要成功，我成，嗯，是这个。但是呢，这个可能性我觉得还是有，嗯嗯，因为首先第一点，大家看一看，为后是在这一段。但是呢，如果我们做几个假设，我的这些跳是有先手的话，就随便一震，这一下就来了二十五期了。对对对。所以这个木数，有的时候十五木是很大的差距，有的时候呢，它也是近在咫尺，就看你怎么发掘。对。现在作为白棋来说，焦点是什么呢？是很顺利的把这块处理好。处理好。嗯。这个要动脑筋。我在这儿糊了一下。动脑糊了一个。嗯。太长，嗯，这个棋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嗯，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是很损的棋嘛，对对对，嗯，但是呢，从就是从自估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一个下法，因为还瞄一个大，对对，嗯，好看，太沉。哦，这个时候突然变调不对，他也意识到他空不够，嗯嗯，所以这个棋明显要退一个，对，他应该继续经营这种，对，你看，嗯，你要打吃嘛，嗯，他可以退，嗯，他也可以直接的单粘一个，他就要活就行了，只要能对，然后增到这一个地方呢，对，这一代木数多大的？你看二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的三十五，对，潜力。这个是变调的一步棋，嗯，这地方走的也不对，我看，嗯，哦，这棋我要在这个地方要处理，处理不好这个空太大了，嗯，他的。你的想法很好，我觉得有些棋啊味道，首先在这里靠断有意的制造一个争执，对对，嗯，然后因为它跑出来很严厉，这气很紧，然后在这掉，这个很有迷惑性，很有迷惑性，嗯，但是也有危险性，对对对，嗯，因为这块棋没有活，对，嗯，我觉得走这个肯定好一点，分寸感。哦，因为他这样绕进去了，他走这儿有间冲嘛，对对，然后是间接的还是有、嗯，所以这个棋下的还是不错的，相当好。这时候我觉得这个棋黑棋打这个冲锋，要我想我就一毛不拔往这儿想，就相当于我这么断你一个。哦，你要退的话，我一长退我就没活，嗯；你要这样打回家，我自然就有空，嗯。对对对，这个棋反而是还手。哦，嗯。这很有味道，这个棋。那就唱出来。嗯。跳。嗯。不管怎么说，这个棋啊，就是说我们马望啊，在行棋中间呢，确确实把围棋的一种味道下出来。这个味道是什么呢？就是说，跟自己的创造机会。这个就已经是个很高的程度了啊！啊，为什么呢？因为啊，很多高手他们在行棋中间呢，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创造，而不是说我下棋的时候，我们都是职业选手，那么说都到一定水平，不可能露出很大的一个明显的破绽。对，比方说我真子看不到啊，或者那是不可能的。那么说就需要你有组合拳，所以这个棋啊，在当年的那个坂田荣兰。还有藤泽秀行，还有那个吴清源，这些书籍里面都有这种组合拳的下法，嗯，这下的很棒。可能呢，在这个局面下呢，可能这步棋有点过分，
导致你的这个很好的一个思路啊，没有完成。对对对。对，因为你现在跑还是有点危险。对，叫他封进去了。但是呢，这个思路却很专业。你让我也学到一招啊！嗯，真的，这个靠下了。他给我封进去了，这个棋我也很麻烦，这个棋。哦。嗯。那只能退一个，只能退。那我能把这个扔掉，嗯。总来说还是满意的，那么正在折子现在来说，还是满意的，好，现在呢，黑棋呢，现在要抓住一切有利条件进行最后的攻击，那他就攻我这一块棋了，他要么就攻你这一块，要么就把你这一块吃了，这不好吃吧？这棋要把我是啊，这需要有，因为你也有路线嘛，对对对。现在看看黑棋，开始攻这一块，退一个啊。其实这步棋是误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棋啊，粘一个基本是先手。对，我觉得对吧？对，粘一个先手呢，这个棋当然是往上飞一个嘛，是不是？所以有时候下棋的时候啊，容易出那种，你做一说啊就明白，但是你有时候下呢，对对，它有误区，这粘明显性。我这个时候是那也不太好，我是想着在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棋形吧，我将来搬的啥这些，因为这是先手，对，所以我这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子再切一手，我感觉他实际上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哦，我这么一出，那这两手他太丑了啊，这黑棋下的太丑，大约我这时候那这这么当然是很大的，我要是补一手，我这么是不是这个棋？危险、我觉得是基本上是九死一生了，估计那一生估计都很困难，因为你走这都是后手，对对对吧，对，所以这个棋不得不可以冲一个过来，冲一把这边下薄，冲一个，他只要是拐过来，这逼一个是先手，把这个藏出来了，这个藏出来不可怕，这个藏出来我觉得碰上去碰，哦，好奇，妙，这他要走一般这个打吃是个这个他受不了，对，这他受不了，或者我肩他也受不了，先搬嘛，这一打嘛，是吧，妙，他走这然后再往这下，这也可以打过去了嘛，对，所以我们业余球就是这些，也是组合关键的时候啊，这棋想不出来的妙手，实际上这么走哦，但也行，这下吧，他拐着我，然后打下去，他好像做了一个交换，一般意思，我打下去了，交换一般意思。这一长这个棋，已经火了，已经火了。那这个时候我你在摆棋的时候，我来为大家来判断一下这个形势。现在是八九十十一十十十一十八十二十七，不就三四五就十四，五十五七。这边走下来，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不满意。碰一个看，十五、十一、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十、二十五、三十、三十、三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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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十、五十。这路数还好，还是不一样。好，现在走哪了？现在？现在他点了。你路数已经有追赶，这下就立下去打一个。这样子。那他
这好像不显，没有太大显示。嗯，就粘住吗？我没粘，对不起，我把这儿拖住了。哦，拖一个的，嗯，再拖一个就它自有皮啊。他搭不了，就是我可以拖，搭不了把我这两个子吃了。我就想到就是你现在是一种抢攻的姿态，对对，是吧？他要叫我翻进去，他这空都动了。哦，那也行，那也行，那也行。我想，嗯。那你这还用客气吗？那总是往这爬呀，爬一个，他搬的时候，然后你得顶住嘛。这期不是有断吗？对对对。嗯。哦，对，我应该再爬。嗯，是吧？还是有点害怕。那这个人都缓了。缓了。嗯。这个力可是废弃，这个要走一个退一个，还是一冲断你麻嘛。他走了，行，把这个拐住了。嗯，要我下我就不拐了，我就直接冲断了。那我挡了，有收获了这一段，直接有收获了，再打吃嘛。这个棋整体没活了，所以说我刚才说这棋不能退缩嘛。对。没用啊，这些拐个病一个的。哦，就对对，那这个、可能当时你就大了，这个问题。可能你当时读秒了是吧？啊，那是，当时嗯，那他拐了，那看来他这时候其实还是太温柔了，真是。对，这个温柔的。啊啊啊！然后你赶快粘一个。补了一个吧。我补了一个，是补在哪了？我想想啊。就是哪里交换了一手。哦，你是这样的吧？你是先人家管，然后你再煎，人家再煎，然后你再粘住了，粘、啊、对吧？对 对, 对，这个次序摆错了，次序摆错了。那到这一步，这个目数上我感觉还可以，就是说细棋很细。但是依然是黑棋不错。那是黑棋稍好，把这个拐住了。哦，这个太小了，这个小的不小，应该往这儿下。这个打拔是十二目棋，嗯，这一般的，这一般走走走。对，这样像这样的观子啊，对我们来说就闭着眼睛就可以有反应了。这个拐太小，那、这个给我去怎么办呢？这有十二目，十二目，嗯。还有一个，嗯嗯，他只要打，嗯，再记住，这是一种大的想法。嗯，他这个时候，嗯、他团了一下。啊，团了一个啊、嗯，那你是回来吗？那我还得回来，回来。对，嗯，一目之差，一目之差，因为很细，这时候一目棋有可能能关系到胜负。嗯。哦嗯，这盘棋最后结果怎么样？最后我小胜。哦，小胜，那还是你收完官子之后小胜。啊，我觉得很危险的棋。嗯，就是前面拿这个棋，但这个靠断是一个很值得人，就是说玩味的一种下法。这盘棋你来稍微的为大家棋迷朋友稍微总结一下嘛，自我总结一下。嗯。啊、嗯。我总结就是。一个是这个脚上我感觉当时就是说这个下的太厚了，嗯，这个地方，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处理不好，就刚才您说我也感觉到我是一块孤棋在跑、嗯、人家很厚，人家攻着我还收了空，嗯，这个地方呢又叫走点棋吧，又叫它吃进去了。总的来说，但是我一直接在木上，我也直接在撵的，我感觉就是说差距不大、嗯、哦，差距不大，就是最后的官子的时候可能我又收了又收回来一点啊、哎、这反正总体来说这盘棋是一个比较有质量的一盘对局。唯一呢就是这盘棋有个亮点，就是黑棋打破常规啊，对对对，上来就这，如果是出职业选手来下的话可能很难有勇气。为什么呢？他们虽然很羡慕大家这样想，但实战呢，就是说，因为要从那个比赛出发的话，就很难那个。嗯，这盘棋呢，我和马旺就为大家摆铺摆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好，谢谢大家。